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位嘉宾，其他不说，你的发型已经垮掉了，就中间这样，还就裤子裙边，这个裙边，这个裙边真的垮掉了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哎，出来呗，看这边的朋友，没有人啊，就一个嘉宾，那边没有，就一个嘉宾，那边没有，等一下。哎，听他说话，我真的我很久没有见这个人。真的假的？你认识吗？从鱼尾纹你可以看出来。我戴着这个能看到鱼尾纹吗？你再多说两句，全国人民都知道是谁。真的？我知道是谁了。谁？是沙哥不？沙溢，葵花点穴手啊！葵花点穴手啊！沙溢。哎呦，你们太聪明了，太好了，哎呀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刚才在这儿真的很恐惧，怕你们打开，你知道吗？小心，别卡着。哎呀！让我们再次欢迎沙溢老师，欢迎。谢谢。终于参加跑男了。谢谢。要把鞋脱了。对，把鞋脱了。天哪，为什么要把鞋脱了？那走到那边的时候，准备。The occupants are in imminent mortal danger. No, I'm going as fast as I can!上面，我们能活着出来很不容易啊！看我的大毛鞋，今年的收成不错啊！看这泥。主要想来谈一谈很简单的亲密关系中的沟通。沟通，我们知道都是在沟通。沙溢，你可以小心一点。现在我有点。压力蛮大的，坐立不安。哎，压力是上一个话题。啊，压力是上一个话题。啊，我现在已经不敢动了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不敢动了。啊。
敢动喷我干什么？接下来啊，我们尽快的把四个耳朵说完。我们感受的耳朵，其实我们就会听到。我们，我的是主题呀、啊。对、啊。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倾听。这回你耳朵比谁都肥。如果说我们听，我们就没有办法。我们这样。你们让沙溢休息一下好不好？他上面的水来不及冲啊！老师，别说我了。可是这个词还有什么词可以替换？你就说大家，说大家。大家好，大家。看来这个只是一个口头禅，对不对？不经意的一个口头禅就会引发。大的反应吗？我觉得沙溢老沙现在有点太惨了，我想帮老沙试验一下。好。你看，我帮老沙试出来了，我爬都爬不动。其实我们讲的沟通就是聊天嘛，对吧？对。太棒了，你哥刚才那个反应太绝了。我们这样放一个，好吃。一哥已经疯了。我错了，不要再说我们，好，我记得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公不公平，一哥，真的不怪你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也不怪你，怪我。六G了，我才来。好吧，是不是这个箱子，让他多待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一定得让安吉看我这期节目，不怪你，怪我。老师，接着聊。我们。老师，这个你如果说不是故意的，也说不过去了，真的。一哥，刚才你就像那个在水中的雕像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在冲着水。看来小子很灵活呀。呀。哎呀！三二，太容易了，这个太大了。那沙溢哥劲儿好大呀。三二，沙溢，我不放水，你就是第一个 out 了。不要啊！不要。在啥地方？在啥地方？监狱。监狱啊。哎，紧不紧张？有点遗憾，换小名牌就好了，差点运气。如果你要用一首歌形容你现在的心情，你会唱什么歌？好温暖，好安静的那种歌。你觉得你会用什么方法？
你最棒，夏雨，夏雨你最强，你最棒，你最强，你最棒，你最强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夏雨，站起来。哎，只是鼓励一下我们这些失败的人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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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你现在呢，可以向天许个愿。别再回来了，我许的愿人。扛不回来了。小哥哥，有个礼物送给你，你要吗？有个礼物送给你，你要吗？哥们儿，哎呀，难为你。恭喜你成为奔跑侠候选人之一，恭喜你成为奔跑侠候选人之一，恭喜你成为奔跑侠候选人之一，候选人之一。出战成员，老沙，老沙，嗯，哥，你可以的，我觉得。你来一个吧，啊，我来一个，那么安全，对，都保不了，都保不了，哥肯定跑不了，都保不了。那你就站在这，哥，你等一下站在这吧。你还要带什么？我给你把钢铁侠衣服穿上好不好？打仗去啊，哥，保护上，哥保护，哥上我老乡去，哥保护上，保护上。哎，这个你看看高度，你看高度行不行？可以，没问题，高度行啊。哎呦我去，哇，那么紧张呢？沙溢第一次挑战。等会儿，哥，再给我五分，再给我五分。等会儿，再给我五分。不是你一分。我平静一下，我吓死我了！别闹啊！不管成功和失败，儿子还在电视机前看着呢。哎呦我去，来吧，啥别说了。三、二、一。当然不行了，重来。不，我已经完成一次机会了，我还有一次机会。这叫我调难度了。我还有一次机会。你这样跑完，老肖不高兴了，云都给叫过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已经阴天了，要下雨了。老肖，你先那个回酒店。云都叫过来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看看这一朵云。第一次没有在下雨天见到肖劲平。来吧，来吧，儿子还在电视机前看着。加油！我为了我儿子李晨，不是。李晨，我为了我儿子和李晨而战。我现在到底是个什么辈分？我现在，老沙都给你加油了。耶！沙溢，请准备。耶！老沙。老沙。大哥加油！我跟你讲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有一个身体的重心的临界点，你差得好远，你差得好远啊！你先，这是海南岛，你现在还在东北。大哥，没有一个游戏可以成功哎。哥，你再努力吧。我看你特别心酸，你知道吗？你哪来的一个？你打桌球呢你？我跟你讲，你下次得这样，你把这个吐在这儿，
反弹到这儿才能回到你这。等会儿，你嘴里还有吗？你现在特别想练武术，你知道武术有一招。像一只海怪，我天哪！面膜敷一敷算了。下一个，想找一个支点都找不到，无从下手的手。现在到浙江了，在杭州，杭州了，差一点。哎，好，现在是厦门。你说这个叫一点？厦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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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厦门。他把这都跪下了。这谁？好像阿凡达呀。哎，太帅了。腰太硬了。你喊那个是什么目的？我设计的。拿脸挡着，把那个扒了走。上！怎么是他？又把他找来了。为什么要在这？节目组刚才说了，说我上来以后有一个特权，我选谁谁必须得拆伙，跟我。真的假的？对，看你那意思是有人选你了呗？啊？一听说我选谁拆伙，满眼的失望，你知道吗？我是退休返聘回来的。我今天能成功和女同学配对不容易。哎，郑恺，咱俩自救一下来。咱俩自救一下。哎，你真有这个能力。我这么多年了，在学校留级，比老师岁数大。我还没上特权吗？你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你求求我，我心一软，我就选他俩。嗯，快求求我，求求我。老沙，包十场。包我电影十场啊。什么电影？我的电影叫什么名字？亲密旅行。迄今为止是答应包最多的一个人。你选吧，你选吧，你选吧。我选一个，就是身高也差不多，然后颜值稍微低点，然后显得我还稍微有点看头。我知道了，我就委屈一下，跟凯哥一组。矬子里拔将军，相比之下，我觉得与吉弟弟还是好的。来来来来。我跟雅文其实是有缘，雅文20出头刚出道的时候演过我小舅子，我们俩配对了啊。老沙，你今天指定不能选了，因为你上一期撕了我。其实他也害怕。可是这，你回来干什？你上一期是内应啊！真的是你还敢来啊？先检查一下，先撕了。导演，我这一期得是个好人呢，要不然真的，要不然。你这是不是道具？没有了。不是，我怕他是有真内应。陈，我没有输，我跟你有俩鸡，我跟你有俩鸡。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你的特殊道具？我来帮你验证一下。我是想让万一你饿了，我给你掰的煮鸡蛋，真的是煮鸡蛋。你没有什么特殊身份，今天啊，没有。好，这个包带的特别好，绝了，今天。来，哥，来，小弟来切出一下。咱俩这样，咱俩就近距离，就这样，完了躲，那个看谁把谁撕下来，就行，就看敏锐的，就这样。哎，对，躲是吧？对，你看，这有点像高手过招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哎，这有点高手的意思。你看，我哥，你动嘞？动不动？我不胳膊短嘛，你得给胳膊短的也得给点空间。你这玩意儿一辈子飞上来了，这那就不动的话，这一晚上也够不着啊。你刚才飞上来了，哥。哎呀，这孩子真有劲儿！反正我就把着，我也不能让你手出来。哎呀！哎呀！成功！哎，来，把这俩拿走。好。沙溢哥的餐具，我这还跟塑形呢，这是。哇，你这个雕塑吗？哎呦，这可真棒了，这个。
这是什么？香油。鱼露。哦，鱼露啊！哎呦，鱼露是什么？鱼露是潮汕地区拿那个鱼去发酵之后出来的那个汁儿。那它是配这个吃的吗？肯定不是啊。当然不是了。哥，哥，多倒点，真的挺好吃。好吃，确实好吃。就也有这么吃的，也有这么吃的，真有这么吃，真有，确实有这么吃的，是吗？对对对对。其实是配套的，是吧？在麒麟老家什么的就有，对。对对对对对，是配套。对，北京、天津一带都这么吃。对对，真的。天津还吃这么吃？老北京，你问陈哥，是打小那会儿上幼儿园，就我上就这个什么，一个肉龙，一个鱼露，这都得是必须得。刚才不是说不是北京的，不是说什么潮汕传的北京的？现在咱们国家那运输多好多快。我信了，我吃了，信了，吃吧。我吃了啊！哎呦，这这，哎，哎呦，这这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这。行了，还喝，哎，又点点又点点，我的妈，可好喝了，哎呦，真香，是不是？这我也没吃着，是不是都到嘴里了吗？这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哦，擦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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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一嘴的油，我的娘啊！哎呦，你让你占便宜了，你看。吃上瘾了，我真的这真喜欢上这个了。嗯，好吃。要不说北京咱那边吃这个，对对对对，北方名吃。嗯，哎，你们谁是粘耳朵的呀？我这好像有点影响听力，我明显感觉听不太清楚了。我这是刚出生吗？我感觉我进到迟暮之年了，都听不见了都已经。继续抢答。哎呀，哇，等会儿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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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哦，吹蜡烛，我一声没唱，再试，再试，再试，我现在每一个都有，嗯，二八，二八，我有，二八，二八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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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少？多少？第一个是三还是三十？三三三。几个？几？五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三十，三十。再说，再说，再说。哥买过体彩。哟，这么年轻，这么灵活，不要给自己找借口。都失败了。我俩还是吗？我们俩有一点比较麻烦，就是我们俩差了十几斤，二十斤。你怎么老往脸上贴金？我的有本。沙溢哥和麒麟，我这边沉了，沉了，我这一上来就沉了，我还没动呢。哎，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哎哎哎！麒麟走，麒麟走，麒麟。麒麟老沙走走，老沙，老沙再走一步，走一步。沙哥，沙哥害怕吗？沙哥还行吗？他不是害怕，他脚有点滑。你还阴险呢，脚滑。我先动了，哥啊。哥，哥走。可以可以。OK， 可以，好的好的。哎。哎呀。间谍真的是间谍界的悲哀啊！对，他是间谍，真的是间谍界的悲哀。他如果是间谍的话，沙溢承受不了这种疼痛。
沙哥这是第几个？第二个。沙爹，好难啊！沙爹，别哭啊，不哭。真的疼，是真的疼，不是说节目效果了，真的这么疼是吗？我太疼了，太疼了。太疼了，这指甲板啊！哎，我都哭了，老疼了，媳妇儿啊！哎，你一会儿能不能替我呀？嗯，你看那表情，你是哪伙儿啊？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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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慢点。这没看见啊？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我都感动了。我哪个要快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别！你要先蘸墨，哥，你别把我脸上甩墨。都学谁呢？三比还差啥呀？我现在实在看不懂。快点，快点，还有个下。走。真控制不住。以下女鞋中名称错误的是，我都没听过什么玛丽苏鞋，什么呀？等会儿。我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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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生陪女生逛街最让女生难以忍受的行为是哪一项？那每个人不一样，就是最多的那一个，对吧？那我帮不了你们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不知道哪个？你都没有逛街的。加起来，加起来。你不知道哪个？你不知道哪个？不能欺负孩子你怎么又挑六呢？对不就行了，我亲近大自然一点，今天我就不信了。抬头哥，你这先干为敬，先干为敬。我很确定是三。真的？我很确定。为啥确定啊？百分百是三。男生陪女生逛街最让女生难以忍受的行为是，下五款女士夏装中有一款是打底裤，两款是 legging， 两款是丝袜，哪两款不适宜直接穿外出门？那这都看出来了，透的吗？肯定不适合呀，这还能适合吗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快，你多提。
四三也不适合，三也不适合。那我先做二吧，反正我不做六，万一二还不能穿呢。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，以下五款女士夏装中哪两款不适宜直接穿外出门？为什么五也不是呢？你自己走近了看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这怎么可能适合穿出门？这都透的，这个。这你都能看出来啊？啊，肯定不行，这个。好歹我答对一题，真的。接下来我们请女生组来答题。加油啊，香香，咱一次也没答对啊。真的假的？咱马上就变 no fashion 了。恭请服不服？八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抽牌，很多张都是空，只有一张是有夜之精灵图案的。谁抽到这张牌，谁就会接受让他清醒的项目。就是一二三一起啊！二三三，耶耶！是吧？来吧！但是哥，你是赢了。对对呀，赢了，这是光荣，这是光荣，这是荣誉。你不是想要那个小贴纸吗？小黄金，小黄金，为了小黄金，小黄金来吧，小黄金来吧，为了小黄金。哎，用摁着他手脚，我这抓着点，他会弹起来。这样会弹，这样按着呀。你说，我试一下这个力度啊，轻点儿。你不能叫，你扰民呢。我觉得他不能叫，你捂住他的嘴。轻点，轻点。使劲！你要不要拿个什么东西咬在嘴里？我也觉得是。好，哥们，兄弟，这个，好，别动，这个，别动，咬住我。OK。来吧，小黄金。小黄金啊，好痛啊！好疼啊！好疼啊！真的假的？你啊 ！Oh my God！怒了！三二一，一！小黄金，小黄金在让你造熟啊！我是得罪谁了吗？哎呀，我们按着点儿，怎么按？你们干什么？师傅那么狠的吗？郑恺的脸露出来。郑恺的脸，他还需要脸吗？这没事。我把他的脸掰着看。当，没事。我把他的脸掰着看。当。轻点。董事长，这是你平时按的力度吗？你有没有被客户打过？没有。你应该知道按哪儿虚哪儿亏什么的，你跟我们讲解一下。你先聊一下肾，看看他尖叫大不大。哪儿是肾？就这儿啊？你怎么有眼泪呢？使劲儿，就是是不是？就是是不是？我真的太痛苦了！一、二、三。你看，垫子都没撤。怎么？哪儿？胸脯还是背？刮脸，大哥，你项目挺齐全啊，你还有啥项目？
哎，哇塞，这怎么吵架去了？你看，用晨哥的例子，这不疼，一看就不疼。都我打，他没戳过后背。爸爸，叫爸爸，爸爸。一个一个过呢，被打到的几率反而更高。我们应该二合为一，两个人合体一起通过，哦，对不对？请出歌。Take it away, yeah. Throw your hands up, then point them to the floor. Here's what to do now, get down on the floor. Just bounce around, it's easy. 看着就要下狠手的脸，先省着劲儿呢，你看。小童还蓄力呢，你看。我们手很长啊。希望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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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快乐。哎呦！哎呦呦呦呦！郑小凯被打了八次，赵潇一次都没被打到。行不行？没被打，我看没有。还好吧，模范家庭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模范家庭，模范家庭，恭喜郑小凯和李潇潇，恭喜！我就想讲一讲关于倾听的四个耳朵。首先，第一个耳朵是观察的耳朵，它是在讲一个客观事实的层面；倾听的第二个耳朵是感受。啊。什么东西啊！我现在也是一片懵的状态。您接着说，没事儿，没关系。真的是这样的，很这样的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接下来，倾听的第三个耳朵，其实简单的一句话里，他也在表达他的需求。我有点担心，有点满意，不高兴。倾听的最后一个耳朵，就是在表达请求。他在讲的是，今天回来晚了，我有点失望。哦。为什么他每次都不一样？啊、哦、啊！我、哦、我都没有听到你说什么，我们还没有说呀、啊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每一次都不一样了，我这里什么东西啊？都不一样啊，我这里。您接着说，没事儿。嗯，好，嗯，好。继续说，老师。放弃了，算了，我就听听故事吧。我觉得你就在这儿拿个肥皂洗澡吧，真的。你就不要再猜了。没猜了。好痛啊！大家注意观察啊！大家注意观察。去拿个洗发水什么的，洗洗澡啊，在这里搓搓面膜。郑凯跑了，哎，郑凯可能回上海了。做面膜。嗯，干嘛？你在这吃水果了？准备已经开始。老师，你接着说。我要考察一下，大家是不是在认真听课？老师，这个你要求太严格了。
这种情况下，剩下的十位嘉宾从男生来选女生，从 No Fashion 组先开始。哎，有优势，看到没？那万一不选咋整？不选你怎么？啊，我没有拒绝的权利。他们还可以拒绝啊？可以拒绝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说，咱们节目一定有逆袭。快去。那。你这个身高，你就不要在这儿，你就不要在这儿墨迹了。怎么了？胆儿是真大呀！真是，我觉得全场只有坤坤一个人的身高能和穗儿站在一块儿。我觉得你的时尚理解特别的 low fashion。我对不起，我是 no fashion。我特别想在时尚圈有更好的发展，岁岁，平安。我想要拒绝。来，等一会儿，没，不是，拒绝了，已经被拒绝了。不是，我没有选你。啊，郑恺都碎一地了，这男人的自尊让你整稀碎稀碎的。小娇，我跳舞也还不错的。你继续。有没有机会一起排个舞，我们双人舞尬一下？吸取我的教训，可能不太有。那也没有关系嘛，是吧？我没有说要选啊，我只是说可不可以一起尬舞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菲菲，挨个试啊！我的妈，胆儿真大。刚才我看你跳舞特别特别的好看，而且这个吸取教训，谢谢。不是我这样会不会走一圈一个都不选啊？全部转身，吸取教训，灭灯，打圈去了是吧，哥？你先打，背着打圈去了，敬酒去了。我先干了，我看出来了，这是个悲剧。你拿个悲剧，你能好吗？你想想，你从出场就拖了这个悲剧出场。哎，我去！我郑重其事的给一次。给一次，加油，加油！要这么久吗？我们关系挺好的，是吗？对，我们别因为今天的合作在那个……我真的不能剪，我真的不能剪。我来帮他剪，哎呀，稀碎呀！哥，对不起啊，哥，这两回事儿。不怪你，我觉得这是导演组故意又一次要刺伤我内心的一个环节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外边的小姐姐都不想选你，为什么你还不选我呢？说不定我就接受了呢。你算了，你恨哥已经在这儿站着了，你知道吗？算了。接下来请雨辰自己选择。我不敢去了。你一向以老实本分示人，勇敢点。宋老师，您可以答应我的请求吗？这说完了吗？虽说我现在是 no fashion， 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赢得 high fashion。迪哥呢？跑了。迪哥呢？腿软。看这个杨迪，你看这个杨迪，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该来的总是。来都来了，就不要。我刚才问了一下，说闭着眼睛会好一点。对，闭着眼睛好一点。走吧，迪哥，快点尖沙咀。加油，可以的。你更快！喂，李师傅，欢乐。上，我浑身发抖，脚抖得已经。这些项目让人绝望。多大点事儿？一哥加油！让，快让！你还敢在那儿？给你勾上去！
像丰盈的山边，夏天带一片，帝国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世界。好快！啊全部像外星人说话一样的，断断续续的。挺过了，为自己的勇气鼓掌。没影响你唱歌吧？我不想做了。你坐里边，我坐外边。好吧。忍不住啊！我是心脏不好，就今年体检的时候说心脏。走，快，林梦欣。我真实的跟你说，我想的特别吓人，各种，反而那个上那个不吓人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。哇，上去以后都没有再害怕，都是表演。我知道你在哄我，不是，没有那么吓人，比你想象的好。真纯，真傻，不是真傻，看不出来吗？翻书，这厮，骂够了没有？我知识啊，提醒一下小爽，我们在教室里呢。思考，猜不出来吗？这么明显？你说一下试试。知识，知识，这是知识，这哪是知识啊？我看了书，得到了知识、啊。那你太多的迷惑人的动作了。哎，你看，先看书长知识，哪有问题啊？杨宁哥，我以为是真傻，真傻是这样的。看我啊。真损，大概这意思往这方面接近啊。沮丧，嘴损，再有内涵一点的那种。炸腮，好痛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战士。对不起，自杀是重伤，重伤在背后恶意重伤他人。哎呦我天哪！杨迪所有的表演都是场外信息。哎哎
又到了我们精彩的杨迪的片段。哎呀，来来，大家一起关注杨迪老师，啊，看他如何为难郑爽。我这个真的很简单。真损。不是，这太复杂了。哎呦，太复杂了。你太复杂了，杨迪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蛇。这是救救蛇。正救不是。正救。真的很简单了。啊，还简单？是我太笨了。你的表演老师能打死你，真的。杨迪，我帮着郑爽。这是蛇是吧？对对对，蛇。蛇死了，然后你按压救它。嗯。你跟我说一下，我来演行吗？你想出什么词儿？这个词儿痛不痛苦？你演一下。我什么东西？蛇晕了，对它进行治疗，治蛇嘛。治蛇是个词儿啊。他的比划就证明了这两个字母中的一个词儿嘛。智商没有。季老师，季老师，都是邓丽君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。朱明英翻唱过吧？但是这个版本是翻唱也不算吗？送你送到，就是朱明英嘛，这就是朱明英。捡漏，捡漏。哎呀，我对杨迪就是怎么样，还行吧？这感觉真的是有答案。因为你想一下，就是忽然一下，我们是不会想到，就是朱明英这回娘家，朱明英放一下，下一首。按着给我的题放，这也没听过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身边还背着一个胖娃娃。你就是那胖娃娃。来，下一首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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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对呀。谁唱的？姜育恒唱了一版，这版是谁的呢？一个女。往事只能回味，韩宝仪。答对了。这么厉害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，雅迪！哇，这个牛！我妈老在家里放他们的磁带。是竹马青梅，怎么样？但是没用啊，遇上这个人有啥用？来，下一首。就是 SHE 波斯猫，恭喜！我还是 SHE 的粉丝呢，气死我了！猫眯着他的双眼，波斯猫踮着他的脚。我的妈呀，你们俩会跳？快站出来，出来！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，你们两个男人的人生。踮着他的脚尖，走。还有转圈，一转眼却又看不见。感觉你们俩真是多才多艺，不务正业的。来，下一首。年少有为零号，年少有为零号。我年少有为，知进退，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。我们范丞丞也是可以。你只听李荣浩和朱明英的歌，出去跳，出去跳。对，年少有，年少有为，年少有为。假如年少有，下一首，居然第一个坐下。啊！这什么东西啊 ？Harry Potter， 哈利波特。好尴尬呀，救命！好熟啊！你们猜不出来，我很没有面子哦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巨龙突然出现。我知道了，周深唱那个大王那个。周深唱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歌词很长的、那个。歌词特麻烦。玻璃巴拉霹雳。霹雳喇叭，你大你大懂吗？打打拉崩吧，打拉崩吧，周深。恭喜答对。我刚想说。刚想说。我听过这首歌的，咋的了？
不过这种呀，是我拉着你聊。对对对，我周深，我猜出来。可以呢。可以呢。答对最多的是腾哥和杨迪这组。哇，你看看。够了。没有，主要是他不是谁大学同学吗？你快点给我给镜头澄清一下，所有看王牌的观众。好好好，来不是。注意表情，注意表情，这个澄清好。你给观众说一下，我从来没偷过题。杨迪从来没有偷过题。好了，不要紧。你不是我的朋友。薇薇，你在哪？我在哪？不用不用。咋一个？啊，几个字啊？五个字啊。杨迪失败。吸星大法，火星撞地球，奔跑吧兄弟，再来啊！来啊！还开车呢，他是车。舒克和贝塔，速度与激情。速度与激情。为什么是速度与激情？为什么？前面是速度，后面是激情。杨迪，你真的被偷过题？我不相信，你不知道。真的，真的偷题了。没偷题，一个人知识储备多都会被说。我就不用演了吧？你演后面就行了。蓝蓝的天，海。这是谁呀、旺夫石。你这演的有点呆呀、单，我这还单吗？老人与海。正确。咋还出来了？你还说我演的单？对不起、你这么快猜出来了，我恨你。我提呢，我提谁偷了？我提呢。是不是你偷了我提？我要说我偷。下一首。杨迪，凤凰于飞。哇，对了，《岸上环转》这个孙俪演的。我一起往事迷离。你说你陈哥说话，《芈月传》。甄嬛传，甄嬛传。快想，我。凤凰于飞，《甄嬛传》。回答正确。那么久了，《芈月传》。要不是看在你是长辈，我连我都唾弃你。亲爱，我真不收礼。哎呦！你哪里尖儿坐我？啊！哇！啊！啊！
疯！小姐姐，啊，疯疯疯！天助我也啊！好疯！出什么？你出石头，我出布。来吧，剪刀石头布。KO！ 你真的相信我呀？哎，这位是嘉宾呐，是一个男的吧？这还看不出来是男的吗？啊？哎呦，你是嘉宾不会吧？把他带过来，把他带过来。带到，非常羞涩。你怎么拿的？一个嘉宾，嗯啊，这个是谁？我跟你说，我是代表广大网友来的。广大网友来的。微博发嘉宾那次，有一个人回复了我，谁？有个大字。哦，那我也知道是谁了。魏大，魏大。勋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发型已经还可以，发型还在，发型还在，狂不狂？太狂了！超哥，你是不是为了让我来，花了很多努力？有没有感觉到？有感觉到这份爱。欢迎魏大勋今天来陪伴大家录影，欢迎，感谢超哥。两两一组，石头剪子布，赢的人当马。输的人跳，最终跳入泥潭的人输。接下来的跳马任务中，获胜的人可以在最终环节减少300步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我的天！哇哦！这是速战速决呀、啊！腿长是有好处的。剪刀石头布，漂亮！哇！直接跳边上。何必搞得这么绝？我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嗯，真的，大勋一定要有一个跑男里面的一个完美入水的画面。跑男里面的一个完美入水。哎，大勋，我下下这个，多个画面，多个画面。来体验一下吧，真的。我出什么？你出石头，我出布。来吧，剪刀石头布。KO！ 你真的相信我呀？来来来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等会儿，你这是什么操作？欢迎大家来到继续剪刀石头布，来先来剪刀石头布，跳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布 ，no！ 哥，我跟你说，我要输了，我立马跳下去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要输了，我立马跳下去。我不跳。你太傻了，刚出的锤出坏了，还出锤子。这样，我给你一个完美的机会，你下来吧。我下来。你下来吧，大勋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下。马滑了，滑了，还滑了一下。马失前蹄。陈哥这一轮获胜，可以减少300步。我有个建议啊，各位，比如我画一个嘴唇啊，通常我们画红嘴唇呢会这么画，是吧？但是我不这么画，我这么画。你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这样，王老师，大勋过分啊。大学这个看不出是谁。他们这一组呢，有两位喝到的是甜甜的柚子汁，有一位将喝到的是酸酸的柠檬汁。不要抖，哥，不要抖，不要抖。
唱清，背上，唱清唱清，背起来背起来，别别别，不行不行，抢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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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唱清唱清，感觉他们这把是魏大勋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缓缓缓缓缓缓。你们先录，我们先录。